范围，好，所以一定是一架飞机弄下来，飞机走了，另外一台才会进来，好，所以我们会做适当的安排。就是这次武汉，好，相关的哈接访我们的国人这件事情哈，大概我们的华航的飞机也刚刚起飞了。那我们出发里面哈，当然带着相关的物资，哈，相关的准备，哈，都准备齐全。那去的主要是四位医师，哈，那九位护理人员，好，那四位医师里面包含了一位哈，我们的领队，包含一位检疫的医师，包含一位小儿科医师，包含一位妇产科的医师，好，来因应就是说，好，里面可能有相关的老幼妇孺，好，那还有哈，可能有怀孕的，好，我们都做了最好的准备。我们主要是要掌握这名单。那这名单当然是双方有它一定的一个协调，因为当地的情况我们这边也不是百分之百能够掌握，好，当然也要参考互相的一个意见。那不过原来我们的优先名单都会在这里面，好，那这里面了解之后，我们这边最需要知道的，好，当然除了刚才讲，就是说我们也这次也希望说能够好检测过 PCR 好是阴性，那没有发烧好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才能够登机。好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另外要掌握，就是说互相家属之间的关系。好，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时间都非常晚了，大家都非常的疲倦。好，那上次的时候，有时候呢相对的关系，我们那时候一时接到这名单，好，到时候放到我们检疫所的时候，那有时候我们事先安排的名单就会有所把它亲戚关系或子女关系、父母哈等等的就会遗漏掉，反而有时候放在不同层楼。那增加大家生活不方便，那要调房也会增加很多的时间，所以在那天，我还记得那天我在那边看，好，就有这样的很多这样的情况，好，到时候需要来换房间的啦等等情况很多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对于之间的一个关系，因为名单，好，双方在互信的基础下，好，也都让大家知道说这里面的一个相关系，好，那这样的关系对我们在事先的安排，好，就会很有效率。好，那减少大家这样子戴着口罩，然后长途的飞行，好，再回来还要等待这样的一个居所的安排，浪费掉很多的时间，也让大家心情比较浮躁。那这方情况大家都没有，所以我预计一切顺利的话，今天整体的准备哈，整个安排准备的时间，好，应该都会大幅的缩短。那至于两方的飞机，好，大概有一定的间隔嘛，哈，因为他回来之后，我们双方还是停机坪还有一定的范围，好，所以一定是一架飞机弄下来，飞机走了，另外一台才会进来，好，所以我们会做适当的安排。